我们都爱宿舍健身。有时候就觉得可能训练完了，还感觉还有点力气，然后就想着再上点小力量，就是维持一下状态。晚上上完晚自习回来，下学之后一个多小时，五十分钟也一小时，基本上每天都这样。我们宿舍的口号是：你可以干饭不积极，你可以打游戏很菜，你可以不谈恋爱。如果你不爱锻炼，咱不能做朋友。